各位姐姐，大家平安吼。我今仔是分享，我嘛袂晓，我常常咧嘛无啥物代志通分享。我只有就是讲用，上帝嘛是疼我啦，我是，我即嘛是用亏欠的心情，亏欠上帝足济，啊嘛爱搁回馈上帝吼。啊，好似我吼即嘛，若有闲我会去探访啦吼。啊，我看有书拢摕这个改变人生的四十个金句吼，啊，有时拢会听，会看这个话吼。所以，刚才来说听我的是，伊讲上帝的话吼，互咱会当讲，你拄着啥的时，啊，着将伊的话会当充满伫咱的时，啊，互咱会当迄个连修，啊，愈有信心啦吼，也是讲。对耶稣的会较大啦，吼。啊，我即马遮我就是，我看我的经章吼，伫迄个腓立比书吼四章十三节吼，伊讲啥？我靠着迄个帮助我的力量，凡事拢。我就感觉讲吼，我是分享的，我嘛有加分吼。我就感觉讲，我的人生啊。咱就是讲，终身是学习的。啊，学习的中间就是讲，我无到位位啦，因为我做乱了。啊，我爱借上帝给我的力量甲开来，啊，甲智慧，啊，互我会通，无论啥物，迄个好歹就是拢会当伫上帝旨意内底，啊，听上帝的话语，啊，所以。我就是用安尼来回馈，所以伫我人生当中有拄着啥物困难的时候，我拢会去安尼讲，要遇到也是讲拄着啥物代志，会当平安讲，会当处理啦。啊，所以我伫遮即摆回馈上帝的时候，我伫迄个有伫差不多十外天啊，我就心内就有安尼想讲。我若感觉我的人生若到要到的时，我拢有，啊未来的代志我拢有先去准备的。啊，所以我伫今年的时候，我早起用一个卡哦。所以我即讲无输赢，万一我嘛毋知当时上帝要叫我去，我即拢平安好好哦。我即个卡哦，含恁普通的迄个健保卡。我这个卡内底，你若输入了不急救，输入了就不急救了。然后我搁去办一个拢啥呢？我这嘛是阮后生甲阮的祖先拢会知，我的心愿，迄就是我家的心愿。我这个卡是啥？器官捐赠同意卡。这无人会安尼想讲要做这个，因为我若拄着安怎的事吼，唔通甲急救。啊，我要将我的迄个有需要的物件买好啦，哦，因为上帝听我讲，啊嘛是我的观念，就是讲嘛是带出来嘛是去补呢，我带来嘛是去烧嘛，啊，你无菜，啊，今天这物件无人去吼，啊，大家拢讲，啊，我的头毛是安怎在要搞，啊，拢无买去加嘛，我的头毛就是要啊留啊较长吼，啊，我会当加，加起来嘛当用。啊，万一讲的时候，即个头毛的时候，若拄到的时候，教阮祖囝，即家下较去烧嘛，不要变，啊，要搁去遗嘱创啥啊？啊，若无啊，会当卖啊。啊，所以哦，我拢啊，做好个经验讲，你头毛爱看搁一点点，其实我毋是，我爱因为上帝有听，我六十五岁安尼，头毛还搁搁一点头毛，还搁做乌嘛吼。这是自然的，乌的就是讲阴面安怎吼，所以我就借伫遮讲，因为嘛是将我的心思讲，因为我人的人生毋知要安怎，啊，咱的会宗教信仰就是，咱的耶稣就是，咱也是讲要到迄个最终的目标嘛是要叫我兄弟人创啥吼，啊，所以我真心甲我的主神讲，吼，因为吼。咱旧年有
年有叫人来专题演讲，啊，迄个老师咧讲安怎，伊讲吼，你的手机啊内底吼，一定头一个就爱个家属，啊无就是老师，是安怎才会讲老师甲迄个咱的家属，伊这嘛是政府的经验谈啊，因为你若有拄着啥物代志的时候，老师随叫的，咱的囝若要教。老师，伊若要叫嘛，还阁有咱的回应哦。我中了这事嘛，咧叫讲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病呀，啊，紧起来去。啊，若无得叫，赶紧处理。哎，啊，伊有讲迄啰，这个器官移植呢，较紧嘞，毋免着做啊。若死啊，你着去甲伊问问。我讲我迄阵啊，阁毋知啊，我阮头家个同事都无写给我，伊遐移植，伊遐物件我。提起你予别人呢，安尼嘛是做一个有意义啊。啊，我外当的时候，阮后生吼看到吼，我讲这尔，阮厝厝电来讲，妈，安尼我嘛袂呢，我嘛要来做安尼呢。啊，所以有一天的时候，即两，差不多半个月前的时候，啊，阮在咧在讲讲讲一个厝边一个好的朋友吼，还有讲，伊阿在。死都无买烧，也是无买创啥物件。我咪惊啥？迄落好，我若死的时候，我迄拢安尼目睭去眼角无去，死都死去啊！去上帝遐去啊，较了紧啊！啊，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讲，我若检测做无到八九的事，无到讲没配到上帝的时候。我是会这样去做，来引导伊，搁听细汉啊，搁是听讲咱有当个，互阮的囝看讲，伊迄妈妈嘛是安尼做，啊，伊会当像伊即安尼去做，了讲，安尼伊嘛是会，我是感觉讲，人个人生哦，会当是长一辈，有时啊，你若拄着去用逼出着，去用骂啦，去创啥？你拢毋免人相计较，你若安尼相计较，你也无相人。啊，所以迄落心愿就是相，心愿上帝，无啥物人当讲甲咱讲安怎，啊讲不要紧，迄讲安怎样，啊你会感觉讲心愿就是上帝。啊，讲路遥知马力，啊一句建议人生，我是讲用遮个讲，做者讲，牧师，我即摆先看袂。万一我万安怎